其實我想更多人去輪流去講，不過咧係一定要學習，一定要明白呢個神性情講道法，能夠講出神嘅恩典、神嘅性情出嚟嘅。咁咧就我哋兩個主題都一樣嘅。咁咧即係如果有人同我講啊，佢想講信息嘅時候，我就會咧就將我嘅信息都調校講佢同樣嘅信息，咁咧就可以補充啦。第二咧就可以大家睇到有不同嘅地方，就點樣學習更加用神嘅恩典講出嚟。咁首先咧就係 Rukesh 佢會碎心啊，佢會講呢個第一個部分嘅活出神嘅信實忠誠，祝福佢。我首先多謝葉牧師先啦，因為佢得佢一個咁大膽放我喺佢嘅講台上面，係啦。咁我都好多謝神嘅，因為我諗真係由我廿一歲讀神學到家下咧，我唔講我幾多歲啦，總之好耐好耐，我從冇諗過我會有一日企喺講台度，冇係。所以呢個係神嘅恩典啦，所以其實我唔覺得會有啲咩好。今日神，你用我身體，用我個嘴同大家講你應該講嘅説話，多謝。好啦，咁咧，我想咧同大家去認識一下咧神嘅信實嘅信實咧，其實係佢嘅屬性嚟噶，即係明唔明個屬性啊？佢本身就係咁啊，神本身就係愛，神本身就係佢就係有信實。咁我咧想讀一個嘅經文啊，係啦，我讀啦嚇，等間你哋都好對哦，我自己近 ，OK。所以你們要知道耶和華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實可靠的神。他向愛他的和守他戒命的人，守約並施慈愛，直到千代。我諗大家咧都好熟呢段經文嗬。咁咧，咁其實咧，信實嘅定義係乜嘢咧？我哋搞一樣嘢先嚇。而家成語一分鐘，咁今次咧輪到你哋讀俾我聽啦。成語一分鐘啊！呢啲就係我喺網上揾到嘅定義啦嚇，信實嘅定義。因為我相信咧，大家都未必個個嘅經驗都唔同嘅。我覺得信實點樣咧？我哋一齊讀一次好嘛？好，一二起。忠誠可信，堅定不移，可被信任，真實無偽，可被確實，貫徹始終，言行一致，堅守諾言。係啦，讀完之後係咪好正面呢？係，但係你身邊有冇呢啲嘢存在發生過呢？有。有啊，事同人多唔多啊？我哋喺教會好啲啊，嗬。係咯，若果出到去咧，其實呢一個咁撥貿嘅社會咧，這個世界咧，其實充斥著啲乜嘢啊？我自己啊睇到啦，虛假啦，唔知道你哋覺唔覺得咧？虛謊。係咯，虛謊啦，好多歪理啦。就算學校都是歪理的，即其實教緊啲乜嘢啫？下一代出嚟嗰啲，佢哋會係乜嘢？好荒誕、好荒唐嘅事都有啊！即如果你哋睇新聞咧，係啦，即你哋想睇啲好荒唐嘅嘢就睇下啦。我唔夠邊啲咧？我想噏到出口咩太咁，係啦。咁係點解會咁啊？你自己睇下，就算網絡啦，係啦，其實而家個 AI 都好勁噶啦，嗬。成個樣根本都唔係嗰個人嚟嘅，可以做到假新聞不嬲都知啦，係咪？宗教更加知啦，幾多假神啊！我認識嘅人直情識即係拜到可以咧，俾嗰個咩師咧就迷到佢咧去撳曬啲 credit card 啲錢咧喺個街度派，跟住俾人拉咗去葵涌，即係可以咁樣。人嘅心啦，係咪啊？人嘅心都好虛假。即係其實自己都摸住自己良心，如果唔係神愛我哋，唔係神嘅寬恕我哋，今日都唔可以立住去睇，即係面對神關係上嘅虛假啦，愛啊嘛，即係愛嘅嘅歌詞，只歌咧唱到咁多世咧都有喺度愛，咁你咁多人哋喺度失戀係嘛？係啦，咁我哋面對呢啲咁嘅不真實咁虛假嘅時候咧，我哋其實你哋身處。你哋會有咁咩感覺啊？被逼妥協，會唔會啊？憤怒。憤怒，係啊，都會憤怒噶。點解會有啲咁嘅事噶？咁荒誕荒唐，係咪處處都好防備啊？即係就算相處，大家傾個偈，可能都要諗下先喎。即係落咗個沙先喎，唔好講牆先啦，落咗個沙先啊嚇。會覺得冇安全感咯，係咪啊？
行出街都要小心小心小心，係咯，甚至乎有恐懼啊，係啦，我唔知道你哋會咁嘅感覺。好啦，咁我講到咁悲觀啊，但事實上今日我哋要講嘅嘢咧係講神嘅信實啊嘛，咁所以咧我哋換個角度咧睇翻創造我哋嘅神，我哋真係要認識佢，因為我哋唔係屬呢個世界，我哋嘅天父爸爸先係我哋嘅真神。好。其實神又怎樣看呢？咦，好像問這個吧，是的，是這個。好了，我們一起讀，我很喜歡這節經文的，其實。好，一二起。神非人，必不自說謊，也非人子，必不自後悔。他說話豈不照著行呢？他發聲豈不照著行呢？同你祝福的神也是賜福，這些事人不能翻轉。是的，在我的生命裏面呢都有很多次的低谷的，是啊，你不要看我這麼年輕，其實很多次的低谷，被人誤會啦，被人即不被明白啦，還有被人排斥啦，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好像我這樣被人排斥呢，是最早的一個，我幼稚園已經被人排斥了，為什麼呢？我幼稚園的時候呢已經是生瘌痢，我頭生瘌痢，咁我就逼住要剃光頭，但係咧又要著住條裙翻學喎，咁啲人咪唔覺得你好古怪咯，係啦，細路仔唔知啊嘛嚇，咁淨係喺度指住你，所以係啦，被排斥已經好早，俾人誣告啦，大個嘅時候，俾人控訴啦，即係有機會嘅時候我再講啦。咁當有你説不清嘅時候，你會點啊？我諗大家都試過，好無助，好孤單。但我覺得唯一感恩的呢，就算全部我周圍的人最貼身我隔離的那個都不明白我的時候呢，我說唯一神你明白我就夠了，一個，但連那個都沒有，即如果沒有信神那些真的挺慘，我說得你一個就可以了，還有很多時候我都會去到一個很絕境的時候跟神說，個個都可以騙我，但神你不可以騙我，因為你每句說話我都信，稱得為我的神是言出必行的神，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、無所不能的神，整件事怎樣發生你自己看得到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去還我什麼清白。好了，那這個是我的經歷，希望你們大家都可以有些跟神有一些的sweet 的說話去講。咁當我哋睇翻聖經嘅時候咧，神嘅信實咧其實連帶好多嘅應許同埋祝福嘅喎。佢講親都話我信實連帶應許同祝福。耶穌就算道成肉身都會講噶，成日講一句説話噶，你知唔知噶？點樣確信啊？耶穌成日講話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，佢唔會轉來轉去，佢連耶穌道成肉身，神都自己講我實實在在的講，所以佢其實講嘅所有嘅説話都係信實嘅話，知唔知？係啦，咁咧，但係咧，頭先我講到咧咁多，即係我自己唔開心嘅嘢，我諗大家都會或者身處呢個世界知道。但係我想咧喺呢一度咧揭示一個真相俾大家睇，揭示就係魔鬼仇敵做緊嘅一切嘅工作。當我們一出世的時候，魔鬼就要想盡辦法將我們生存的基本需要信實偷走，一出世偷走你，破壞你，跟著完全拆毀你，你個人整個人已經是不覺得有東西值得信實的了，由你 BB 仔已經偷走，偷一點偷一點，破壞多一點，回到學校破壞你破壞你，到你再長大的時候崩潰了，是了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哋一出世嘅時候，我哋要知點解我話呢個係基本需要咧，講到咁嚴重啊？因為你諗下，當我哋每一個人出世嘅時候，我哋需要有一個依靠嘅人、信任嘅人去照顧我哋、去保護我哋，係咪啊？作為媽咪，或者我哋自己知道 B B 都係咁啦，佢唔可以抌低佢喺度唔理噶嘛，懟個機械人懟個奶樽俾佢飲咩唔得噶嘛。咁同埋一定要有一個被愛、係被肯定嘅人陪佢成長噶嘛。我唔知你哋譬如青少年期會點樣啦？你唔會話隔離有個阿伯阿婆
你掂㗎，你掂㗎，唔會㗎嘛，你一定會聽一句邊個講啊？你信任嘅老師啦，媽咪爹哋啦，佢話你就得㗎。咁嗰個少年人可能就好俾心機去做㗎咯喎，係咪？所以我哋真係好需要有被愛同肯定，你信任嘅人去幫你，或者去陪伴你。神造我哋嘅時候，本身就已經將佢呢個屬性放咗喺我哋裏面啦。明唔明白啊？所以咧，我哋好需要有呢種嘅安全感啦、滿足感啦、快樂咁樣成長。其實同陽光、空氣、食物一模一樣，唔可以睇小呢一樣嘢。係啦，不過咧，可能喺我冇睇中情上嚟啊。係啦，不過喺我哋嘅原生家庭裏面啦，或者好多唔好嘅關係啦，或者虛假嘅資訊啦，精英制嘅教育啦，我頭先咁講啦，都係有啲係歪風啦。尤其是傳媒劇集的歪風，我不知道你們覺不覺得 很嚴重的、我覺得很嚴重的，即我記得以前 有套什麼宮心計、不知道啊，出了之後呢，那些人呢當成自己女主角一樣在他的工作環境，在他什麼呢，就在搞一些東西，所以其實真的很容易學到，所以我們要企硬在 神的裡面。那其實如果呢我們呢去到一個地步學他們這樣的時候，我們進中了魔鬼的圈套，我們變成一個什麼人，就是你其實身邊的人時時批判人，其實那個教育制度都開始教人怎樣懂得怎樣批判，有什麼自己的立場，批判論斷人，自以為是會去到一個地步是自欺欺人。為什麼？你是不是你說的一定是？當你不是的時候，你用什麼來說服自己都是呢？連自己都騙了。沒有一個人是完全，沒有一個人他自己說的話一定是對，只有神一位。那內在的麻木，他對自己感覺已經沒有感覺，我只是懂得批判，我很理性的，我的人是不是需要理性到這樣呢？自我孤立。那你要想想這一個這樣的人，如果當他遇著他人生困境的時候，他會怎樣呢？不信任何人，無助，他將自己孤立了，負面，別人所說的都是負面，不對，痛苦。那魔鬼可以怎樣做？慫恿他去自己去傷害自己，甚至將他的靈魂輕很簡單地就拿走了。那是很有趣的，我覺得政府呢時時提醒我們怎樣的，提防假冒，是不是？提防騙案，提防網絡騙案。現在生命的網絡騙案真的厲害。其實呢人很貪的，其實不分老嫩，也都不會不分他 的 學識水平，是的。因為呢，為什麼呢？魔鬼是說謊之父，他的招數比任何一個人都高。所以耶穌跟我們怎麼說？他說要我們一定要緊守我們的心，緊守神的話，警醒哪些說話從神而來，哪些說話是不對的，提防魔鬼。因為他想盡辦法要吞吃我們，偷走了神預備我們的福分。神一早要提醒我們，但我們不要失望，是的，這個世界 是魔鬼的世界嘛，是的，但不要失望，神是信實的，我今天說活出信實是真的信實的，因為大地都同證神是信實的。很喜歡，經常都說很喜歡，是的，這段經文又很好的，大家一起讀好不好？雨雪從天而降，並不返回，卻滋潤地土，使地上發芽結實，使撒種的有種，使要吃的有糧，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，決不徒然返回，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，平平安安被引導。是的，我們平平安安被神去引導，因為神是用話語去創造天地的嘛。你想想，他創造的時候用了五日，他說有什麼就有什麼，到今日為止仍然存在，是不是？是的，
佢冇一日失衡過，冇一日失敗過，唔會話有故障嘅喎。地鐵會故障啦，網絡有故障，冇啊。會唔會暫停供應啊？唔會啊。我覺得咧有一樣好笑嘅，就係會神會唔會見有一日，哇！前日或者琴日，啲人太罪惡太滿盈啦，今日罰佢一日冇太陽，會唔會咁啊？我哋做人會喎、啊，唉，咁都唔聽話嘅嚇，阿仔唔聽話，罰你一日冇飯食。但係我哋神冇啊，佢一話有就有，唔會收翻，點都唔會收翻，因為頭先我講神非人啊，我哋唔可以用人嘅方法去諗神。神的愛實在太遼闊了，他向大自然所說的都守約看顧的時候，更何況我們人呢？比萬物不是更加重要嗎？萬物本身就為我們而做的，本身就是供應我們的，他們是為我效力的。你要記住，神是這樣跟我們說的。但是呢，我們可以怎樣拿到他應許呢？相信他咯，相信他咯，是不是那麼簡單？相信。在我面對一些不開心的時候，我都會每一朝都會對著塊鏡講，我的樣子是你做的，天父爸爸，我的樣子是你做的，所以我求你，你一定會聽，因為呢，我的誕生是神因為愛我而生我。神就是愛嘛。咁咧，佢本知我就軟弱噶啦，我只係一個喺佢面前一個塵土嚟嘅咋，一個好細嘅 B B 仔嚟嘅咋。我哋只不過係人，所以神從冇同我哋計較過。咁佢係想點啊？天父爸爸係好想我哋學似佢咁樣咯，好似我哋好似天父爸爸咁樣有誠信啦，有守諾言啦，忠於自己啦，神係咁啊，亦都咧要我哋學識忠於父神佢。好像地上的父母親一樣，會將最好的 DNA， 我很想我的 DNA 給我的兒子，是不是？這個就是天父的心腸。我想告訴你，當見到個小朋友這樣的時候，天父都是很想將我的生命去榮耀他的。我們有他的 DNA， 最好的 DNA 是做榮耀他的。天父爸爸只是想見到你活得開心，他就開心，這個是真正的愛。他見到我們開心，他就會很開心。好了，那我想大家呢、思考一件事、當回到現實的時候呢，一些關鍵的時刻呢，真的要需要你說一些大話還是不大話的時候，你會怎樣跟神呢？你的心會不會在想跟神啊、人家會說你傻的老土啦，是不是？或者真的要這樣做啊？你的工作上，喂，你不要那麼執著啦，你蝕底是你的啫。或者有些人跟你說，我都明白這個大道理的，道人向善，回教會這樣說，叫人家有信實，道人向善對的，但是說就易，行就難咯。或者你會被人見，即當你是異類啊，排斥你啊，當笑柄啊，心理壓力很大。我這些不是我自己做的，其實 我有一大段時間都是這樣站眼的時候呢，我被人諷刺過的。他說什麼？他對著我說，你以為你是誰？你以為你是聖人嗎？是好幾次都是這樣。 我很想跟他說我不是聖人，但是我就是知道我要堅持的時候，我不想失去了神的祝福咯。如果我不站眼的時候，我接下來神未必會聽我禱告，我不想 我不想神後面留很多的禮物我失卻了，我不想。還有我知道他說的話，他是激怒我的嘛，那我為什麼還要因為他的說話要聽一個激怒我的人跟他去做？我只會跟一個愛我的神去做事，是不是？同埋咧，要諗下人生會總有起跌。有冇諗過咧？當你喺困境嘅時候咧，邊啲人會嚟安慰你啊？
我諗你可能咧呢度係咪個個都好乖乖咧？去到啲辦公室政治咧，真係可能好難嘅。係咯，你要諗下咧，真係如果你真係要跟世界嘅時候，當你絕境嘅時候，邊個會嚟安慰你、幫助你？係你一直聽佢話嘅人、順從佢嘅人，佢走嚟安慰你。你一直奉承緊嗰個人，佢會唔會幫你咧？你成日怕得罪佢，所以講大話，偏袒佢或者去幫佢。你有事佢哋會唔會幫你？佢本身已經惡人啦，佢會幫你咩？叫你埋堆講閒話嗰一批人，當你話俾佢聽你有事，你咪多一個閒話俾佢講咯，係咪先？其實唔會啊，邊個在你最需要的時候會幫你，就是曾經你用心、用愛、誠實待過的人。所以神沒有老點我們的，其實真的會有很多福氣在我們身邊的、所以呢神呢其實是我們唯一所愛的，祂願意用愛陪伴引導我們去過一個喜樂、得勝、讚美的生活。我們對比呢在這個世界，其實這個世界給我們什麼？操控、欺騙、冷漠、歧視、尊敬、傷害、自欺，哇真的多到疾到，你們做到很多利己，其實你們想不想要？不想要。有些人想入世，窮一生，每一天就是想追這些東西，跟這些東西共存。我想我不想，我第一個不想，神見到我們都不想。求神呢開我們肉體的和屬靈的眼睛，因為有時呢真的明知道人是這樣，好像都是要盲中中繼續做，但是呢求神開我們的眼睛去看到所有事情背後的結果。做一個智慧的人是真的需要，不是說現成我搞定這班人，不要煩我就可以，我們真的要有一個 遠的眼光去看結果，其實我將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。我們可以看到仇敵的工作，剛才我說揭示了，其實仇敵他不停偷竊毀壞，叫我們在神裡面變成智慧剛強的人，面對這個搶走一直搶走我們福分的虛荒世界面前站硬行神的道。最後呢，我想請大家呢讀一段呢說話彼此去鼓勵，好嗎？我們大聲一點讀，大聲一點讀啊。 OK， 一二起。凡心裡沒有詭詐，遵守神話語，行公義，討神喜悅的，神說我要作他的盾牌和保障，並將各樣屬天的祝福和恩典傾倒在你們、我們身上。多謝。主祝福大家，主祝福 Rocket， 希望主繼續使用他和每一個願意被神使用的人。